总算蹲到你了，听着，小矮妖，乖乖投降吧！完蛋！快走！抓住了！别跑！抓住他！ 根据记录，12小时45分钟前，闪电猫也这么说过。哦，奇奇特工队，时空祭典出现了。啊，好，又回避，再接个必杀。哎，闪电猫，喵！嘿，快走快走，本喵回来还有大战300回合游戏呢。哎，出动吧。 我记得自己好像在博物馆拿了什么东东，然后一群保安就突然袭击了我。这有什么好苦的？不就是你又偷了东西吗？这不欺负老师人吗？我身上没东西呀，瞧啊！确认，小矮妖身上没藏东西。捉贼拿赃，你们不能凭空有人清白呀！海奇，我知道原因了。就在刚刚，博物馆失窃。 可工作人员全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不见了。根据分析，这是因为时空起点令埃及藏品消失，所以大家才会不记得。好，先修复起点，之后你一定要把藏品还回去啊！好嘞，才怪，笨蛋才还呢。这次关键时刻，时空原前1334年的古埃及，当时的法老是出土文物最多、有着超多黄金珠宝的图坦卡蒙。哦。 别打野了，上次开团。来了来了！赢了！柠檬使者，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游戏吗？这有啊，我这还有最火的猛汉猎人呢。猛汉猎人，听着就兴奋，快争取。图坦卡蒙法老，有些公文需要您的批示。哦，好的，呈上来吧。哦，什么？ 这也太多了吧！抬走，不看不看了。对，玩游戏重要。拖走，拖走。嗯，对了，这个也拖走。继续。不，是奇趣特烦队。什么队？新游戏吗？不对，他们是不准你玩游戏的大坏蛋了。什么？来人啊！是。 给我捉住特番队！遵命。嘿嘿，忽悠大成功！喵喵，那就是埃及宫殿嘛，超壮观的喵！错了哟，那是金字塔，那边才是法老的宫殿。哦，那法老宝。
宝藏在哪儿呢？喂，我们找的是法老，跟宝藏没关系吧？小逼，大哥，隔壁的，就是，要是他中途偷了什么东西，又整多了一个起点出来，那本喵岂不是白干了？哎呦，超级英雄无故造谣，欺负老实人呀！什么？就你还老实人？对呀，嫉妒，闪开，不闪！别吵了。什么呀？奇葩特番队，就是你们不准我玩游戏。对对对，真坏真坏！先等等，我们才刚刚到呢。少废话，战车准备。上！冲！天下爪回墙，一爪黄枪。到！我们得先解开误会啊！这么危险，你们加油，我先溜了啊！啊，小矮妖，那家伙这么一走，肯定会惹大麻烦的喵！我们现在就有麻烦，跑！牛逼哥逼！他们居然不怕我太阳神的战士！放心，还有本尼蒙使者呢。别动！拿了。柠檬，飞宝合体，怒怒面具，生气体光剑。好气！啊！都是他们！呀！不知船开刀！什么？逆转光？别动手！他们是无辜的。争取时间，我来想办法。我也很无辜啊！不可以的！哇！快走！嘿！哈！通天金刚拳！啊！可悲的。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可怕可怕不是飞，我让你嘚瑟！一转光枪，不危险，双星星光线，我射我射！啊！苍天哪，哪里呀？我这扫的小鱼干陪看洗头时光了。喂，这些全军将士，你现在出来干嘛？根据分析，他们沉浸在悲伤当中，无法战斗。啊，这也太耍赖了吧！等等，喂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啊！静，给我扣鼻子吧！红旗帜，红旗帜，红旗帜啊！
我已经发现了，你的光线攻击必须要准确地击中目标的脸，才会产生效果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戴上面具，那就能破解。骑士爆发！柠檬使者，不，他才不是什么使者，坏柠檬是来利用你呢。哦，这马试试又输了。哎，时空起点怎么还没消失？对呀，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所以萌叉叉才会用游戏诱惑你，为的就是要制造时空起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耽误国事了。哎，人谁无过，玩游戏嘛，应该劳逸结合。你还有脸说、干嘛翻旧照是吧，我的小鱼干。Heavy， 怎么还在古埃及？请求传送错了。奇趣特工队，你们刚完成任务吗？对呀、青青椒博士、等等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是奇趣小镇？